我是台北电影节策展人郭明荣。从30年代的影片到2014年，从巴西到俄国到澳洲，台北电影节有非常多精彩的影片。台北电影节今年主题城市波兰华沙，带你看见当地备受瞩目的导演。这个导演他才拍了5部片，那我们蛮荣幸能够邀到他这4部影片。他对于波兰的各种贪污腐败，有点像偷拐抢骗这样子的社会现状，挖得很深。他是一个批判力道很强的一个导演。策展人强力推荐的私房片单，你怎么能错过？那另外一部是来自智利的片，叫做《去他的第二春》。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？因为这个寻找第二春的这个女人，她的勇敢，以及她不去惧怕说是我就是这样子的年纪，但是我依然性感。台北电影节在炎炎夏日揭开序幕，带你走进电影的奇幻世界。6月19号、20号下午4点、晚上10点半，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